总部给我派的派把我派过来，你给一个剑无限的剑呢啥的也行啊，你这让我空手来，然后我跑这个生物公司来偷的他们的装备。哎我的妈，这我得打到啥时候，真磨叽。没有什么强力点的武器吗？这怪物是越来越强，血越来越厚，然后我就越来越拉。Hello， 欢迎大家收看，欢迎大家来到游戏流程解说我的世界。我们现在玩的一个解密地图啊，叫越狱起源呢，这是第二期啊。上回呢咱们发现的这个是一个生物公司啊，然后现在变成一个生化公司，所有的人呢都被感染了，然后有一批科研人员跑了，我从保安室弄了一身装备啊，钻石甲的，然后让我来到101房间，咱们去看看啊怎么个意思。 Hello， 哎呦我的包，哎呦我去，哎呦我的妈，去，你好烦啊！说这个是死灵，这个小白呢，属于是升级版本的啊，大概这个意思吧。吃口饭，101房间。哎，我去，我死了，完了，我从这儿，我在二楼复活的啊，我得去那儿啊，还不如不吃药了，直接刚了，还不如，得把那些小白给坑死。其实那小白烦人，对，哎我去，哎我去，哎我去，你不怕砍呐？你不怕刀啊你啊？哎呦我的妈，十，这是钻石剑吗？哎呦我的妈，这费劲呢，去，扎他，对，扎他，哎呦我去，哎，隔山打牛是啥意思啊？前面僵尸挡着你，你能打着我，我真服了。我不知道是谁啊，我是一个刑警吗？我是个什么工作人员不知道啊？反正啊，就是让我一个人到这儿来。我看看啊，好像跟二层的情况一样，不过怪又变强了，怪确实变强了啊！死灵射手的伤害又变高了，先解决他，要小心一点。叉，别的没有吧？上应该给我一个拉杆啥的，有一个啊。咱们又得开始翻呐，走大门不行吗？走不进去啊，大门只有这个能进去。那走吧，这个牌子干嘛的？咱们弄一个复活点啊，来这个吧。好，然后拉杆放这儿啊，让我潜入这个地方。现在潜入也没什么用了。啊，对，打，你们帮我把骷髅先给干死，来射我，哎，对，射我，僵尸把他干死了，我就把他们都给弄死呗，哎，我的妈，扛揍了，看到没？比那个二楼，我现在在一楼，我是从二楼潜进来的，应该是个特工人员还是警察之类的，也没表明身份啊，反正我就是把我一个人派这儿来，说这个生物公司有点奇怪，可能有什么惊天的秘密，然后让我一个人过来，他们说一点线索也没有，让我自己看着办，什么单位啊这是，我真无语了，把我一个人撇这儿了。我刚进来的时候不知道这边有变异者啊，僵尸啊，我就以为这边是个生物公司呗，正常理论上发现这种变异的这种不应该报警啊，或者是上报给上边有关部门吗？我自己像个傻似的一直跟那一个门一个门走，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串啊，哎呦我的妈，这打半天了，你死，你嘎，这还有个你干啥呢，有什么奇怪的吗？应该没有啊，啥也没给我，应该把他打死啊，给一个拉杆，应该我还得去那个房间，这血量好像又变厚了，又给了我一个拉杆，行吧，那继续呗。哎呦我的剑呢？我看看啊，里边还是有啊，还是有那个僵尸，不是射手啊。哎呦我的妈，记个点啊，过来扎。哎你咋不动呢？哎呦我去，你个狗，我扎你，切，你是真瞎呀、啊、你呀、啊？还有没小白啊？打他！哎呦我去，对，这揍他！这里小白不厉害啊？别告诉我把他们干死，我又得去那个屋啊！你们是好烦的，你们！哎呦我的妈！哎呦我个去！下边问这是单人解密地图吗？对，单人解密地图，总部给我派的派把我派过来，你给一个剑无限的剑呢啥的也行啊！你这让我空手来，然后我跑这个生物公司来偷的他们的装备。哎我的妈，这我得打到啥时候，真磨叽。没有什么强力点的武器吗？这怪物是越来越强，血越来越厚，然后我就越来越拉。死，你给我嘎。哎呦我的妈，那都没血了不死啥意思啊？哎呦我的个妈，去快死吧。哎呦我的妈，不是你这么老重复有什么意义呢？哎等会儿啊，墙上有东西，你干啥呢？搁这儿你搁这装好人，你再好人你也是变异者，你给我死。等会儿啊，我得回去当小伙伴们，原路返回啊，每个房间的血越来越厚了。哎呦回不去啊，这有符号看到没，这谁能记得住啊？ OK， 又肯定给个拉杆呗，别告我还有房间呐、啊！我的妈，小白搁那儿呢，哎我看一下啊，
小伙伴们，你们帮我记一下啊，一个勾，前面的几个房间我就忘了是什么东西了，我还得这么打呗。哎呦我的妈，别露头啊，那左边的那个小白一直打人啊，过来了，来来打我小白，对对对对对，打我，拿板敲给他拍死了，打死打死打死。哎我的妈呀，吹吹吹，这剑没有厉害点的，这怪为什么越来越多呀？你不给点什么装备吗？那边好像是最后一道门啊，打开这个门应该有点别的了。我刚进第一个101房间的时候，我就发现那边有了那个告示牌，我没记住，没太注意。那个咱们那个101房间的后边啊，有一个密码门啊，那个密码门说1到10的密码门，让我们去找一下线索，然后让我进的101房间。我进来开始就是没完没了的这样。我想一想啊，那我可是没记住，我就记住那个是勾 J 是吧？可是他那都是1、2、3、4、5、6、7、8、9、10，哎，都是阿拉伯数字啊，跟勾有什么关系啊？哎，我的妈，这帮货快死吧，磨叽，快死吧！这是啥呀？马上就要到尽头了 ，X 勾 X 勾 X， 我看一下啊，那我剑有多少？8支剑。这个是耐久100的，攻击7，这攻击5，别的没什么了吧 ？X， 你们帮我记点啊 ，J 和 X 没了。Hello， 先把小白给弄死啊，记个重生点。我的又得打呀，打我打我打我！哎我去，我死了直接。哇，你们伤害这么高吗？打吧打吧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是吧？打吧打吧，哎呀我的妈！我看他们伤害多少，我现在满血啊！我去的，伤害这么高啊！哇，他们伤害好高啊！他们是这个科研人员撤退的时候留下的一帮人啊，不是留下一帮人，就是一楼的科研人员然后变成的变异者，好像这意思。然后二楼的人都跑了，这帮户啊，正常这些生物实验这种泄露的不应该交给那个当地的那个公安部门吗？真是周书来戏呀，瞎掰你搁那。哎呀我的妈，有个小金帽，这边有个大拉杆啊，不知道是干嘛的。哎呀我快死吧，你说这作者，哎呦我的妈，这怪太多了！哎，我都干到20级了，神经病！这剑太烂了！哎呦妈，剑都坏了，这得砍多少？快点吧，快死吧你！你咋回事？哎呀，我的妈，快死！这也是个勾 J 是吧 ？JXJ 没有别的了啊，记一下这个，然后打开一下这个看看吧。去106房间看看，那应该有另一个机关。我得到一个拉杆，这门开了啊，咱们记一下重生点106。我咱们先看一下密码啊，小伙伴们，我怕烂套了啊。这是101，咱们是从那个密码门那边得到线索跑这儿来的。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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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X J 是不是 ？X J X X X J X J 这什么玩意儿？重型变异房间，只有两侧的房间打开开关才能进行打开。106，这就是啊。我咋进去啊？我直接用我用拉杆进去就可以啊，大哥是吧？这儿啊，是这里边说有个拉杆哦，里边确实有个拉杆。好吧，小伙伴们，每天下午5点、晚上8点啊，回音在直播间等你啊，每天都在哼哼直播，每天都在哼哼直播啊。你要能听懂哼哼是哪里啊，你就能找到我了啊，赶快来找我吧啊，可以可以。